你不就想要钱吗？来拿去。哼，哎，你等一下。美女啊，我想你是误会了。第一，你可能有急事撞到我，连句道歉都没有。第二，请你尊重这个钱，不要把它扔到地上，请你把它拿回去。切，一个捡破烂的还懂得尊重，不就嫌少吗？来拿去。不好意思啊，久等了，路上耽误了一点时间。昨天我看到那套房子还在吗？房子还在，不过有几个租客过来看，都想要。如果你想要的话，我就是来确定的。那行，半年一交。走，我们去把合同签一下。哎，娟姐，你怎么有空过来的？我刚好路过，过来看看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不就撞你一下吗？有必要追到这里来吗？你不就想讹钱的吗？你想要多少？美女啊，你误会了，我刚好路过这里，就是过来看看。娟姐，你们。刚刚来的时候不小心碰到这个捡破烂的，没想到他没完没了了。捡破烂？对啊，刚刚赔了他20块，可能嫌少，又追到这里来了。住嘴吧，美女，我都说了不是追你来的。还有，这是你的20块钱，拿回去。怎么？拿着。虎子，这个美女是要租房吗？是的，娟姐，我们正准备去签合同呢。不用了，三观不正的人啊，别把房子给住歪了。你才歪，你全家都歪，你说不租就不租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不好意思啊，美女，这房子啊真不能租给你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听他的？他是谁呀？他是谁？这片房子都是他的，你说他是谁啊？